墩墩，你看是一群狗宝。狗宝眼巴巴的看着妈妈，他不是我的吗？他眼巴巴看着他的妈妈。一群狗宝，墩墩以前对于动物的叫声特别敏感，只要有狗宝、也不是猫宝或是人类宝宝叫，墩墩都非常敏感。可是墩墩后来不认得我了，因为你是被坏人抓走。可是墩墩，你有神王山，你不会被坏人抓走的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照顾你的狗宝跟猫宝，你要记住哦，墩墩。第一问题，第一问题。真的，我觉得真的特别很可恶。东东永远不要相信马海威，东东永远不要相信张婉柔，他们都很坏，你不要相信他们。还有东东永远不要相信小点心，也永远不要相信臭东强，是不要相信妈妈、爸爸、爱心妈妈的爷爷，他们都是坏人，他们都把你抓走了。就是是臭点心。但是坏人，那哪有死人？你还把你抓走？我不是这样，都是你的小弟，就这样了，我懂。